做十六岁是台南的习俗，真侪单位甲庙宇拢依照遍地开花的方式，分别举办过各有特色的新年礼仪式。市府民政局为着要活络，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受到影响的经济甲民俗活动，决定委托安平开台天后宫来扩大办理今年的十六岁新年礼的活动，而且全程拢免费。那个黄市长啊，特别交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，要能够啊，那个带动我们的那个振兴我们这个经济啊，同时鼓励大家啊，能够出来多走活动，所以这一次的那个报名会哈啊，全部免费。安平开台天后宫的主委卢有礼表示，今年活动范围唔那是伫安平区尔。将结合中西区的台南开龙宫，甲安南区的海尾雕凤宫，并且加入勇闯山海郡的步行体验行程，向前步步高升，迈向高峰。那这一次哈、哦、举办非常有意义，就是说我们那个让他能够那个山海郡的这个之旅呀、啊，让他能够登到高山，然后他能够往大海哦。那个龙腾哦，到全世界去，啊，希望他们能够以这种感恩的心来回馈到社会。另外，今年依照大航海的主题，用七海巡捕的概念设计一系列仪式甲关卡，而且今年活动完全免费，限量只有300位。九十四年次十六岁学子，就要把握机会，赶紧来报名。南台新闻萧明兴安平采访报道。